欢迎来到三号发布会，怎么回事啊？才距离六个月 ，vivo V27 就是旧手机啦，这根本不环保嘛！是，今天让我们来看看 vivo 的发布会 ，vivo V29。这个发布会以紫色星空的方式呈现，的确是很紫一下。手机呢？首先说到外观，这是颜色没有人能辨识的翡翠绿，取代的是阿玛的翡翠紫，还有夜空中最亮的新黑色。前面搭载的是 120Hz 6.78 英寸 1260×2800 AMOLED 挖孔曲面屏。那么说到相机，后摄有 50MP 主摄、8MP 广角，还有 2MP 的深度镜头，比上一代宽一点点的环形闪光灯，还有一个双色闪光灯。前置的话是 50MP， 最高拍摄 1080p 30fps。其他的骁龙 778G5G 芯片，库存4600毫安的电池，80瓦快充，我就不多说了。那么来到最期待的价格环节 ，Oh my god，vivo V29 12+256折合马币1899，12+512折合马币2099，这价格 sub water 吗？说那么多，我只想说，会不会六个月后 ，vivo V29 又变旧手机了？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最后再来个点赞就好了。